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蒙。别看我穿的厚啊，这早上确实有点小清凉。然后废话不多说，今天聊聊这个会场上顶流男团之争啊，还是有点没忍住。但是阿蒙的这个跟你们嘚不嘚的这个角度呢，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从一个曾经的影视从业者的角度来跟你们分析聊一聊，好不好？是这样的，我看有很多的争论啊，但是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些争论没什么意义，因为呢你判断不了。为什么判断不了？因为你的整个这个视频资料是不完整的，你缺乏同期声，画面资料非常的多，但是你没有同期声的这个资料，缺乏文本，对吧？当然你说那孟姐，我懂唇语，哎，你姐还懂腹语呢，是吧？这么抬杠没意思。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具体发生什么事儿啊，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99.9%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但是你也不要着急，我跟你聊聊，就是再往深的更聊一层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一些大型会议啊，就越重要，对吧？越重要，比如说新闻联播啊，大型会议啊，包括一些大型赛事的开幕式之类的啊，就是这种传媒在发布一些讯息的时候啊，都非常谨慎的使用同期声，都会用话外音和解说来帮你带一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就是老百姓的家庭里面啊，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正好是新闻联播点啊，大家不一定会看画面，都开着声音，你就听人家啵啵啵跟你讲什么就行了。但是画面里面的这些讯息具体发生什么事儿啊，老百姓其实是不太关注和在意的，对吧？这个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好吧？然后再来说说这个大会里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大会里面呢，你人家开大会，你显然不能有一堆的解说在旁边啵啵啵，对吧？还是要靠这个里面的重点人物的同期声来表达具体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两种记录的模式，一种呢是现场由总导演啊主观来记录这样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我是现场总导演的话，我一看，哦，发生这么一个事情，这麦呢？给人把麦别上啊！这录出来什么没事儿啊？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总导演说：“哎呦呦呦，发生事儿了，赶快把这俩人的麦给我闭上，别给我把声音记录起来，对吧？”这是两种情况。当然呢，我认为啊，就是这种就是流出来的视频记录的画面呢，都不是这种有意识的主观记录，都是在旁边在拍摄这些啊，就是一些就是摄影记者或者是一些什么。但是现在的工具都非常完整，你拍段视频不难，对吧？就是客观的记录，被动的记录，这不谁都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大家都没有这个能力来采集到现场发生的一些声音、同期声，因此呢，整个的这个视频资料就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视频资料的讯息是无法100%的告诉你具体发生什么样的事儿的啊。这个逻辑，我觉得我应该讲清楚了啊，讲清楚了啊。所以呢，就是没有录到，就是没有录到。但是这个事情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呢？那只有现场参与的人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又由于这个现场参与的人呢，他有没有可能大概率的向外界来释放这个讯息？那这个就由你们来判断了，好不好？但是阿蒙觉得这个事情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啊，也不能说千古之谜吧。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可能是一个不太容易知道真相的一个事情，好吧？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啊。然后呢，再说说这个不完整的这个视频资料啊，那它也是一段故事啊，对吧？因为这个参与的人的顶流、双顶流这个身份都太过于特殊了，又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场合。那即便被记录出来不完整的一段资料，它也是一段非常吸引人的故事，所以它必定呢也是会在坊间流传很久的啊。就是其中这个主人公呢，这个主人公一开始啊有点不情不愿啊，中间呢好像还有一点点小拉扯，最后呢这个主人公呢决定配合，对吧？大概你能从视频资料上能判断出来的这个讯息也就这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流传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啊和想法啊，
更有甚者啊，直接拿一张图啊，这个像一个小连环画漫画一样啊，这个人说了个啥，那个人说了个啥，这个人说了个啥，用这种方式，这个方式呢就有点像这个怀秀帮，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曾经非常火的一个配音的一个团体，他们很善于什么呢，比如说甄嬛传，哎，挑个这个5分钟10分钟的一个素材，这明明是这个嬛嬛和四郎正在聊什么家事儿，他呢把这一段呢完全用嬛嬛和四郎的声音变成一段公司员工什么跟同事撕逼的事情，那完全你知道你看那个视频跟他发出来的这个声音的讯息是能对上的，这个我估计你们应该都看过啊，所以呢这就给了很多人这个二创和解读的空间，二创和解读的空间，但是我认为啊，这些东西也仅仅是大家基于这个不完整的视频素材上面的一种臆想和发挥，好吧，臆想和发挥。但是呢就是稍微有点逻辑的人啊，就是顺着来分析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人呢他为啥要退场啊，就是他为啥不说退场要退场，是因为他不受控制。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大会上面啊，你失控会带来什么，对不对，会带来什么，好吧。所以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想提出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戏剧舞台上的这个逻辑啊，谁是第一男一号，因为谁的戏最多，戏点在谁身上，谁就是男一号。那我们现在能明显的看出来谁是男一号，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大会的这个会场逻辑上面，他只能有另外一个男一号，谁是绝对的男一号，对吧？那这个男一号呢，那绝对不能允许这个戏都发生在另外一个男一号的身上，对吧？所以呢才会产生拉锯呀，拉扯呀，挣扎呀，才会有这个比较戏剧冲突矛盾情节才会出来，对吧？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会场上面啊，就每一个人除了绝对男一号之外的所有人，他到底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其实是一个土豆的状态，土豆不是吕岩土豆那个土豆那个人，是有的人说 stage fright 说，对吧，我害怕呀，我站在上面我害怕说话，他说哎呀没事，你当底下人都土豆，对吧，是这个土豆的概念，就是每一个人你只要当土豆就好了，对吧，土豆的要有一个作为土豆的觉悟。但是很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个顶流男一旁边的这个土豆呢，他莫名其妙的觉醒了，你也不知道他觉醒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啊，跟这个觉醒的动机有非常强的勾连的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文件夹，红色的这个 file， 刺激到他了，对吧，刺激到他了。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会场逻辑上面啊，这个红色文件夹每个人这个桌上都有一个，这个红色文件夹呢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道具，无关紧要道具，就是它重要吗，重要，对吧，它不重要吗，它也不重要，对吧。其实这个土豆呢可以安心的当一个土豆，睡着了都没事，文件夹呢安心的在这个桌上当一个安心的文件夹也行。你这个当一个土豆强行要跟这个文件夹产生连结的时候，哎呀这个戏就来了。所以呢肉眼可见的就是这颗觉醒的土豆要强行跟他的文件夹产生联系，然后呢这个文件夹呢一看说哎不对，产生联系之后呢这个土豆可能会失控，对吧，就是丧失了一个当土豆的觉悟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文件夹就被拿走了。但是呢你说这个会场上面最不缺的道具就是红色文件夹，哎发现哎旁边怎么这么多红色文件夹，哎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他又觉得哎，好像还有机会能 touch 到更多的红色文件夹，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事态好像有点不受控制了，有点严重了，才发生了后面。要么呢你就对吧能阻止这个事态发展呢，就是让这个土豆和文件夹分离，但是基于这个会场全是文件夹有点分离分离难度比较高啊。那要么第二种措施呢就是让土豆和文件夹一起消失，从会场离开，哎对吧，所以呢还是很聪明的选择了第二种。所以呢就是导致我们看到的所有视频素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好吧。我觉得其实基于就这么点视频内容你能分析到的也只不过
就是这些了，对吧？就是这些了。那你说，嗯，非要再从这个上面啊，把什么东西放大啊，把什么东西放慢，把什么东西再怎么给个特写？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吧，都是在给你的臆测做一个论据的支撑，对吧？但是你主要事实是缺失的，就是同期声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文本是缺失的，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答案，好吧？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来自阿蒙理性的分析。然后刚刚我在想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失控的土豆这个逻辑啊，就有点像什么丧尸逻辑，你知道？忽然想到之前好早之前，我估计你们都看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短片，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爸爸背了个小孩，孩子很小呢。然后呢，爸爸被的末世被丧尸咬了。这个爸爸呢，在这个仅有的一丝这个人类的这个人类的这个逻辑还存在的这个状态下呢，给自个儿搞了一根杆，把孩子呢首先背在自己的肩上后背，搞了一根杆，从这儿呜掉了一颗肉，是吧？掉了一颗肉在他的眼前晃晃晃晃。你想丧尸掉了一个脑子吧，可能丧尸就喜欢对吧吃脑子。结果呢，就在这个末世之下呢，这个爸爸就依靠着这个看着眼前晃的这个肉而保全了后面的这个孩子，是不是啊？就是非常暖心的一个故事嘛。所以我在想，就最后这一幕，对吧？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套用这个丧尸逻辑，这个肉在哪儿，就是也是红色的，哎，正好肉在哪儿，这丧尸那个眼神呢，他大概率他就跟着哪儿。对吧？所以呢，最后它就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肉下去了，哎，这也下去了，大概率就是这样吧，好吧？我觉得这事儿难分析吗？不难分析吧，对吧？我觉得还这推特上吵的吵成一片哈，哎呀，又做这个解读，又做这个解读的，对吧？我觉得。主要事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整个这个事情吧，它因为发生在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不寻常的地点，不寻常的人物，不寻常的什么，它必定会给这个受众带来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冲击，这种冲击才是整个这个事情所遗留下来的最让人值得玩味和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一个事儿吧，一个感受吧，当然每个人基于这个感受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啊，对吧？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打起来、掐起来，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析到这边，然后如果你觉得我分析的还不错的话，点个赞呗，然后评论一下，好不好？好呗，今天就这样了，谢谢大家。拜拜。